本期节目由红警 OL 手游冠名播出，军略对抗，进化重燃，玩红警 OL 手游，用现代战争策略做最强指挥官，军武大本营。张老师，你看我今天像不像红警里的女指挥官？那今天很漂亮，小帽儿挺好。嗯，好看吧？所以你看我穿成这样，就知道今天的话题有意思了。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都是80后，年轻有为。啊，像90后啊！对对对，俩都像90后，啊，是吧？这位是苏明，啊，他现在是舰船知识的副主编。苏明。然后这位是东北乱炖，嗯，他是中国第一红警主播。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地把两位就各自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但是都是有共同的交集，我们想要聊的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这些影视艺术作品里边曾经出现过那些带着一些科幻色彩的，或者说一些带着想象力的武器，或者说一些战略兵法，到底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实现？可以啊，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一些军迷啊，嗯，好多人就是误打误撞就进入军迷圈了啊。这个我经常看他们在我微博下面的评论，你和平时期嘛，不打仗，你就得让大家增强一些国防意识，忧患意识。这个有什么入口呢？啊，你进这个军营有站岗的，进那个是想上个军舰，老远看不能拍照啊，进入飞机不能拍照啊，你这个弄的孩子们都没兴趣了，你这个怎么弄呢？那只能看军武大本营，看局座赵忠，就是慢慢要找一个门槛低的一个入口，哎，有趣儿点，慢慢他有兴趣，就像苏明，他这个成长就是。哎，慢慢从玩游戏，你也可以啊，玩游戏也没把你的前途糟蹋了，啊，你不现在当领导了吗？特喜欢瞎琢磨，哎，是吗？你说说天启坦克这有没有可能实现啊？这个其实天启坦克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吧，嗯，这个请谭雅同志把它拿过来，嗯，你看这个天启坦克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就是双炮管。嗯，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在这个俄罗斯的联盟自行火炮上实现了。它为什么要用双炮管？是因为这个苏联一直喜欢在这个坦克上用这个大口径的火炮。大口径火炮呢，整个那弹丸就特别大，装填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就俗话讲叫做这个弹药分装，是吧？先装弹头，再装弹丸，再装这个发射药，导致什么？这个装填速度慢。所以呢，后来就是大家就想，我们能不能搞这个两个炮管，其中一门炮在打的时候，另外一门炮在装，正好就是两个交替的打。所以就是后来苏联搞出了这个联盟自行火炮，它的这个战斗射速非常高。前面这个厨呢，这个柱厨呢，其实它这个设计的为了追求美感是向上的这种尖的，但实际上像 M1A2 什么这些主力弹壳前面有的时候就会加一个推土铲嘛，用于排雷排爆炸物，还有这个构筑这个坦克的这个工事啊，也是特别方便。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天启这履带其实特别有特点，当然也很有它独特的审美，就是它是分了四组。其实现实中坦克这是一体的，嗯，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就是确实，这些军工的工程师有这样的考虑，就是因为这个履带在战时一旦被炸了之后，整个这一侧就失去动力了，嗯，对吧？因为它连着，它只要是断了一点，整个这一侧就失去动力，这坦克就在那停着就动不了了。那么它分成四组之后，如果说前面断了之后，后边这个还能用，等于是这坦克还能凑合开。所以这样的设计其实体现了当年苏联追求高可靠性和实战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我觉得这个确实在设计的时候经过这个考证的。现在履带这个样子，现在好多装甲车、装甲运输车都采用这个，就是四组履带。这个爬坡越障，你没发现它挺好吗？对对对，而且现在有前面两个上去，后边对，而且现在有那个全地形车，是这个车中间就干脆就切开，用铰链连接，啊，前后这个车就甚至是可以扭的啊！这个对于地形的这个适应能力非常好，它的通过性特别好。对，站在我们红警玩家这个角度里边，这天坦克就是我们红警的一个象征，或者说苏俄的一个象征，就是玩过红警的都会说它。
不要是什么最好的，就要最贵的，嗯，因为它是在游戏里边最贵的。嗯，对，这已经变成一种文化符号了。对，你直播的时候有遇上过什么玩天际坦克玩出花的时候吗？天际坦克玩出花就是多，就是多。因为它坦克海，其实而且你说的这个就是坦克海，这个其实就是冷战时期苏联对于欧洲的这个整个的它这个作战准备就是坦克海，就是当时大家起了个外号叫钢铁洪流嘛，而且是这个钢铁洪流前面是什么，是核弹洗地啊。而这个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个人其实也特别喜欢这个苏联这边的这个超级武器这个核弹，我觉得确实是特别浓重的冷战风，每次我都会。你是说核弹发射井吗？对，核弹发射井。来来来，给我这个，你慢慢聊。对，核弹发射井是这个。哦。对，是这个。对，然后这个是关闭，这个是打开。打开，对，就是那个是没完成发射准备的。这是吗？这个。嗯。哦。它这个是没完成发射准备的，为什么？就是这个。模型可不是随便做的，这是什么？这是 R7， 这是全世界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总设计师是大家耳熟能详、如雷贯耳的克罗廖夫。而这个他打出去这个实验成功了之后，给了美国极大的战略压力，而且后来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上天的那个小狗，啊，那是人类第一次把我们地球上的生物送进太空。都是由这枚火箭完成的，所以说它不仅仅象征的是冷战时候的这种毁灭，它还象征的是人类走向太空的探索精神。还有什么基洛夫飞艇，对对对对对，这也是特熟的是吧？对对对，满天都是这个印象，也是深入人心了。实际上在红警的这个开场动画里面，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就是那个空艇密密麻麻的飞到这个敌国的上空，真的是给人非常震撼。当然它的原型是这个一二战时期的这个飞艇，它用于这个轰炸，但是其实现在飞艇在这个现代军事中的飞艇，对，希伯利飞艇，当然后来就逐渐退出战争舞台了，但是现在又复活了。就是为什么？就是随着这个低空的巡航导弹、无人机这种装备现在开始普及，大家发现我必须在很高的地方要时刻保持一个眼睛，一定要下下盯着，所以现在这种气流式的飞艇，以及这种太阳能长航时的飞艇，然后当它去加装上雷达这些这个防空武器、监视武器，然后部署在边境，就是现在这种武器现在已经是在重新的在复兴，而且带着一种新的理念和一种新的技术。不是，它这个飞艇是这样，你到美国去就看到，就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中国1000米以下我们低空不开放。就到美国以后，这个天上经常有飞艇，这个他那个飞艇呢，你比方说这个做轮胎广告，有一个非常知道的大家的轮胎的广告，我原来在美国是老看到那么大字儿，写着一个飞艇，就这样的。原来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那个时候呢，飞艇它是用于侦察，因为那个时候飞机刚出来，飞机刚出来的时候比较惨嘛，1903年刚出来飞机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别人都笑话。因为飞机一出来，那个不要想什么玻璃、什么减压舱的，什么都没有，就弄几根棍儿，上面那个翅膀还是弄好多木头做的，就这么飞起来的。大风筝似的，在上边往下打，拿那个那么长的步枪瞄准，往下打两枪，顶多扔个手榴弹。所以开飞艇的都看不起飞机，说你这玩意儿能这么小个东西，你能带什么？炸弹也带不了，只能带个手榴弹，打个枪，这有什么用啊？嗯，这都看不上。最早那时候是飞艇比较牛，你们玩家关心的呢，都是一会儿炸个什么坦克，一会儿炸个电厂。像我们搞这种叫策略啊，就搞战略研究的人，我们就关心就是这一场战争来了会先打哪儿，后打哪儿。比方说科索沃战争之前，我们研究美国有可能在这场战争当中呢，他就是先打你的类似电厂啊，这种供电线路啊，这种居民区啊。是这样的，按照原来来讲，他是先打军队，不打居民区，不打这些东西，他就先打电厂，先打你的这个，石油冶炼厂，让你停电、停水、停油，工厂把你炸了，让你没处上班，然后造成老百姓整天上街来游行抗议政府，不要再打了，投降吧，就这种状态，对，让你。
攻击的是叫关键性基础设施。对，所以说这是科索沃战争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对，而且科索沃战争之前所有的战争都是一天，这是一条战线，那是苏联的，对，这是我北约的，我们开始了打，成千上万辆坦克在那弄，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出现的是我说的这种，嗯，先把你周围的人让你没得吃没得喝，然后没有电用，没法玩游戏，没法玩手机，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上街去要求投降了，不要再战了，就是他达到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战争的重要转折。对，而且科索沃战争时期这个首次实战而且扔下第一枚炸弹的是 F117、他当时炸的是广播电台中心嘛，嗯，其实跟咱们在红警里面去端别人的那个基地车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基地车在这个现实中其实对应的，其实我估计很多红警迷都讨论过这样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基地车究竟是个啥，但是其实在现实中对应的它其实就是全国战时的最高统帅部，他负责统筹整个全国的这个战时的经济生产、战略、通信，然后这个武器的建造，这个军工厂的这个建设的规划。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在红警里面，你只要把这个人基地车炸了或者端了，你就什么都建不了了，因为你这个最高统帅部没了。2000年的时候，我到广大学学习联合作战，联合作战最后毕业的之前有一个大型的军演。大型的军演分红蓝双方，啊，我就担任蓝方的指挥员，蓝方的这个指挥员以后，这个啊，那应该是盟军导演部啊，导演部那就说双方准备完毕了，准备完毕，我们开打了啊，就下命令，那战争开始。开始之后，我就琢磨着这个时候红军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在进行战前动员。哈，这是讲话，司令在讲话，政委在讲话，他们一般的这个所有的指挥官都在那讲话。我说你给我们多少枚导弹？一共50枚。我说拿出20枚了，先把他那个指挥所给他炸了。这就是炸基地车。不，我俩一开始全给他炸了，炸了最后导演不说停停停，这没法往下演习了，这全这炸没了，最后这还没开战了。红警啊，就你看就这个问题吧。对，这说话你看这20年前的事儿，10几年前的事儿了。对，原来张老师写的书是战争距离距离我们有多远啊，现在我们能够回答距离我们只有一个屏幕的距离，是吧？现在发展多快。对啊，所以我们说游戏其实游戏里边不仅有武器装备，它还有策略还有战略。张老师以前讲过很多次声东击西啊，对，是吧？对，36计。其实在我们这个红警这游戏里边就是非常体现出咱们比如说三路进攻，说左下右三路进攻，那么我这两路是佯攻，我可以选择不攻，但是我一定要给你压力。嗯，然后其实我是右边这个位置，它是就是要一波主攻，那么就是左右战术啊，上下战术啊，反正牵制啊，就是只要有一面你没有，就是对于防守那一方，他只要没有防住啊，就可能这是我打到这一局，可能我因为就这一下冲进去就可能就赢了。明白。对，红警里边很多这种要分兵，就是左右攻上下攻，反正就是你想办法要打透他的防守。但是我特别好奇啊，就是你说小时候爱玩游戏，这个基本上人人都是这样，可是您这都是现在奔三的人了，还是一直在直播着红警，这是个什么情怀？是为什么一直就跟这红警就较上劲了呢？其实首先我就非常喜欢军事，我其实播很多游戏，那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找到自个儿一个就非常非常喜欢一个点，那么正好就是机缘巧合就播到了红警。刚开始呢，其实没人就是播红警打得多好，那个时候就是大伙儿一在一起玩，就很多就是很多人嘛，就比如说8个人一起玩，完那会儿我第一个死了，我第一个死了，被7个冷酷灭了是吧？没有，就是跟我们就是直播间的就是那些小伙伴一起玩啊，小伙伴也挺冷酷的。对，我死了，我就寻思我说要干啥。这样吧，我是解说。哦，解说的那会儿我还比较喜欢看足球，啊，然后呢，我又把其他游戏的解说方式，我说为啥红警没有专业解说？红警为啥就不能搞比赛？然后呢，我开始把很多元素加在里边，我说你们打，我说我给你们解说。嗯。然后开始的就是有红警的一些比赛、一些赛事了，然后呢，就是民间的很多高手啊，就是高手就开始聚集了。
然后就和咱们军武在2016年，嗯，然后咱们合作一次那个军，就是说战队联赛，就从那开始、嗯、就没人办，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办好，嗯，就没人说咱们要说，就是大概我就是从这上开始慢慢走到嗯混迹现在今天。啊、老铁，666啊，这个来给你刷一个礼物，这个盟军基地车，太感动了。你这是说的是哪年的事儿？你搞接触这个直播？我其实我刚开始直播是2014年，2014年，对，2014年开始直播，然后播到红警呢，就是2014年的下半年开始。我现在播红警有三年半多，嗯，三年半，只播这一个。你看这，你这一说让我想起一事儿来，就是。今年是2018年吧，就将近20年前，嗯、十七八年前，十七八年前，当时呢，我就撺掇他们搞一个红警为主题的一个电视节目。那个时候，当时根本不可能有人想到做电视节目。我说咱们用这个电视，然后组两个队，然后打红警。我说我在这个。前面给你说，我不是当解说吗？你而且现在谭雅的角色不用选了啊！我说我在这给你当解说，因为它牵涉到很多的战争的背景，核战争啊，这个坦克作战呀、啊，空降啊、突击啊，以河流山川呀、啊、一些地理啊，一些作战的背景，调兵遣将的一些组织办法。我说你组织两个战队，那个时候没有这些概念，你想想20年前。我说你组织两个战队，他们两个战队分开训练，不要让他们见面。那个时候也没有他们网络，也没有这种网络，就是连上线，让他们一块儿在玩。咱们用官方的说法叫做“红蓝双方背靠背”。对，我是肯定特别好玩。他们玩的情况就在大那会儿也没什么大屏幕，就是一个投影。然后我说我在这给你解说。哎，大姐说这个不错，就集中训练，好像是在石景山这块一个体育运动场集中训练了一个来月，就做这个节目，费老劲了。最后到上边让人给毙了，说是这游戏能在电视上播吗？啊，就是这是我第一次挫败。以后呢，由于这个事情呢，我这人做什么事儿呢，我不什么承认失败的。然后我就到国防大学，在国防大学。我是负责全国大学的这个武器装备的教学，当了领导了，当了将军了。我说谢谢他，有权了，有权利了，有权利。我弄这么一帮人搞一个实验室，我从上面要了一笔钱来，我就找这些个游戏的软件。我说你这个游戏能不能给我们开源一下？啊，我们可以修改里头的一些东西。我说我们用来给大家。拿你这个游戏改变之后，因为它好多三维地形软件什么东西都有了嘛。我说那些东西我们搞红蓝对抗，啊，搞未来的作战模拟干什么的？哇，好多游戏公司特感兴趣，说还有懂游戏的将军，啊，就给支持我们。这个事儿最后也就是也干了几年，也没干成。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有时候玩游戏，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等同。你比如说如果是老的红警的话，那它是一个即时的战略游戏，它更多的时候它考验的是操作，但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这个真实的战争就没有太大关系了，完全是一个对于电脑设备的一个操作的方式。那现在是不是咱们能有一些新的选择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叫做战争策略，好比一个棋盘，那么我是一个将，我需要每一个兵怎么走，他要付出什么代价，他要攻哪儿，你要赢，你满盘都是你的棋，而不是说这两个棋中间单打。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游戏不同。嗯，而且现在这个红警 OL 手游啊正式上线了。嗯，所以张老师，我觉得这个游戏红警 OL 手游这一款其实更像您一直在研究的事儿，就是大的战略，大的策略，大的这个国家之间的攻防。不是，现在是这样，就是都像我，我属于战略忽悠型的，赵括嘛，就是一辈子，评论战争，但是没打过仗。好多人说你这将军算什么？你看中国古代的将军都驰骋疆场啊，这个战功无数。我说我主要是研究战争，维持世界和平啊，这不挺好吗？嗯、我不能没事找人打仗，为了出名，以战止战，扬名立万，以设代战止战。
这是这样的，就是战争分两都很有用。一种策略游戏呢，它主要就像诸葛亮，嗯，我把这个战争整个统揽整个的战局，就把这个战场、这场战争和国运，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融为一炉来看这个仗怎么办？这叫战略。你不要傻玩，你就是下个棋就知道吃子儿。吃了一把子就玩象棋，吃了一把东西，最后让人将军赢了战术，输了战略。你他就是这个，就是小孩们有时候玩这个东西，他不注意学习，啊，这个你经常看一看这种科普的东西，现在还都在吧？舰船知识、兵器知识、航空知识，啊，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嗯，托您福，好着呢，纸媒没有因此倒闭是吧？啊，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就是哎，这个可以多看这个，就是积累很多的这种科学知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将来玩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比那些不学的人，他就是要强很多。而且我觉得交流也很重要，像咱们今天一讲，这就是一个单纯的玩游戏，嗯，就能聊出这么多门道来，还能特别的长知识。嗯，咱以后玩的这个红警 OL 手游的时候，咱也可以多聊嘛，是吧？现在社交性也是非常充分了。对，多聊，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爽。嗯，对，其实，说起这个，其实聊这个社区，其实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就是可能我们最后把这个游戏就变成了一个文化，可能就像红警里面的一个武器，然后里面就是，而且就是我们点中那个武器之后，我们耳边响的特别熟悉的那个命令，我觉得最后的都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这个其实是，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化产业或者这种社交才刚刚开始，就或者说近几年的产物，但是其实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都是智人啊，就是我们都是人属的智人，我们把我们的这些近亲其实后来就都竞争淘汰掉了。源于什么？就源于我们的部落是基于文化的，而不是基于血缘的。大家在玩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多交流，而且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战术，各自有各自喜欢的武器，最终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然后能让我当时歪歪的各种东西能够变成更好的现实，传播给更多的玩家。嗯，这个乱炖是最有感受了，这做主播天天就是在跟各种人交流是吧？对，其实现在我跟所有人关系就是一个朋友。嗯，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团队。那么在跟敌方啊这种对攻对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定的策略啊。你比如说我咱们要占领这个高地啊，那么是几路分兵，是谁去啊？比如说啊，苏明你去，说你这局你我不当散兵，对，你第一排你去怕死，你先啥的，你先探探路，前面不行的话你再回来。嗯，然后呢我们主力部队我们再上，反正就一些这种策略性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对，就刚才这个局座也提到，就是我们距离战争有多远，但是现在我们距离战争只有一个屏幕的距离，但其实我后来发现甚至是零距离。为啥？我觉得红二这个游戏你闭着眼睛都能玩，因为你只要点中，你闭着眼睛点中了这个单位，然后你耳边会熟悉起特别熟悉的那个语音，然后我觉得那是真的是伴随着我的童年。对，其实这个时候叫经典。什么何为叫经典？就是你有的时候你闭眼睛对吧，你会听一听，哇，是那个曲儿。对，其实这个红警 OL 手游啊，我觉得它的还原度就很高。首先就是在音效和声音方面，咱们先不说这游戏，先不看画面啊，现在把眼睛闭上回忆一下，我一听这个肯定是红警二，100%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怀旧的一个传承。对，而且它不同的这个军兵种，它那个台词，我觉得台词和语气设计都特别好。你像尤其是我印象最深是那个尤里，就是我印象里就是他非常神秘和低沉的，好像是在说 Yes, comrade, 就那种感觉。然后其他的那个这个作战单位，有的像那个士兵就是 Yes, sir, 就是那种很激昂，就是他们给每一个军兵种都设置了一个和这个军兵种很搭的那种台词和情感。就是说这个叫红警 OL 手游啊，就是说还原程度在音效上是很高，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是称之为经典。对对对，现在一听到那声音，眼前浮现的其实都是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张老师，您
您看出来了吧，这就是资深玩家了，这录完节目舍不得走，非要在这儿对战一局。作为资深的军事玩家，苏明和东北乱炖就用现场的沙盘来了一场生动的攻防演练。专业的局座会对这次战斗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还行吧，他这个基本上进攻的策略考虑的还是对的。嗯，但一开始扔核弹，如果你一开始扔核弹的话，后边就不用干了，没了，那叫一家就没了，对不对？对啊。核弹呢是作为一种威慑的手段。嗯，如果威慑失效之后呢，先是常规战。他现在这个作战是这样，这是战线嘛？嗯。战线以后，他的基本的构想是对的，就是说先把这个基础设施、作战支援的设施。然后后撤，保证给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一些后勤的补给，啊，补给。另外呢，把这个战略预备队，这是把那个导弹，对，也是后置，因为导弹的射程是远的。前方突击的话呢，就是在核威慑条件下，然后把他的坦克，潜置，就是越过这个，中间战线，然后潜置，潜置以后发起突击。空中还有这个基洛普飞艇的侦察，支持，他考虑的还是可以的。嗯，侦察发现目标之后呢，坦克集群前边这个，开始推进。他这个防御方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没有防御的完整的策略，就是先使用什么武器，后使用什么武器，再使用什么武器，因为中间你不能这个，它有个时效的，不能乱说。嗯、比方说，我这个导弹来打你的话呢，这个你。比如说核弹来打你，你使用这个爱国者和这个标准导弹，那是没有办法拦截核弹的。嗯，因为它这样的反导能力，它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导能力。还有，你把你的什么航母绕过去，那得看多远，那得好几个月才过去。对，那早没了。而且他的海军一撤，那我们的海军优势在哪里？对对对，他这有连串的，你要讲你的防御的态势。然后防御的措施，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再干什么，嗯，中间有一个时间的，计算。所以说太迷信航母也不行哈。嗯，看你们俩这玩这个沙盘，把张老师都给玩跑了。你这玩沙盘当然不如玩手游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玩，是吧？对啊，这个全新进化体验的红警 OL 手游，会通过现代战争的 SLG 玩法进行全局的经营。指挥官在移动端上操控会更便捷，更易上手，更具策略性。除了有这一点，我觉得它最大的一点就是让人很魔性的会情不自禁拿出手机，就像农场一样啊，去偷菜一样，拿出来点一点，拿出来点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好玩。我建议你们去试一试，吃饭上班都不耽误呗。对对，坐地铁也不耽误采矿，那就赶紧玩起来吧。本期节目由红警 OL 手游冠名播出。军略对抗，进化重燃，玩红警 OL 手游，用现代战争策略做最强指挥官。